还要去哈工大呢。哈工大去不去我没看着啊。那贝州哈尔滨老铁知道，官方没有报道具体去不去哈工大啊，官方没有报道。那去那。官方没看着，去就去，那不一样啊，鼓励外企。完了，接下来呢，他这个联合声明里边，大力发展啥？俄罗斯电影引进俄罗斯电影，咱家的电影，还有青年的交流会，完了办欧亚的电影国际奖，就是中俄两家要建立各种组织。来替换美西方之前的组织，这个联合声明我没说吗？就是接下来整个欧亚大陆和南方集团的发展方向，就是替换到他们的小圈子。你们以前颁各种奖，现在我们来颁。对，所有的组织慢慢全部协调下来，以这么。哎，以这个基准，他是必须得这么一点点扒他们皮的，就是构建新格局嘛，对，去美国化。所以说呢，他是从这方面走的。你看这个战略深层次的走，所以说呢，不能让什么事儿让西方一言堂。大帝有一句话说得好，西方10亿人吸血，其他70亿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这就是现在在做的，所以说呢，虐霸权是多领域的，多领域协作，只有中俄能把牵头把这事儿干，中俄牵头把这事儿干了，所有国家都参与，就完事儿了。他们最后就留那一个，就那小小圈子，他们玩吧。对，所以说呢，就是去全方位去西方化，完了欧亚大陆连接，再扶持法国独立自主，最后以这个核心来。你看现在这战略太明显了，基本上都是这样。对，所以说呢，老美他玩啥他也玩不起来。现在玩啥来不起来。七哥说他找了一个什么民主峰会，就那几个狗腿子去了。现在他要喊着民主峰会，人更少，更没人去。所以说呢，现在重塑标准，老毛艺术很牛逼，那这些都小事儿。这些东西是话语权的事儿，说白了就是。啊，我没说吗？西方一个组织就能，一个私人组织，就能控制某个领域的国际话语权，这个时代马上要过去了。七哥之前我就说过这些东西，是不是？这个时代肯定过去了。他那每一个都不是纯私人组织，背后都有美西方集团、昂萨跟犹太跨国资本资助的。感谢老邓，老邓刷穿云箭。对，所以说，他现在，对了，你话语权之争就是意识形态之争。实话实说，这世界上并没有意识形态，意识形态这些事儿是美西方故意刻画出来的，刻画出来的。因为他要给你整到对立面，他必须搞意识形态，所谓的他们所谓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这些东西，咱们现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啊，这个打击面太大了，是包括全球的，但除了老美，老美你也可以参与。你参与不了，你就闭关锁国，对，你就在北美玩，你就在北美玩。现在接下来就是这个战略，所以说这份联合声明他妈影响太大了，影响太大了。对，咱们接下来整个体系来说啊，80后是不是不可能开放？80后会逐渐，但是还是七哥那句话，80后要开放吧，咱早给他放开了。为啥迟迟没放？因为咱得看形势，亚洲、亚太有没有一战定乾坤？接下来我说的是用不用打，不用打，老美内部又崩了，那好说。但是有战争的风险，80后暂时就不能往开放。伊朗啥都放开了，都放开了，对。有战争的风险，他就不能放，就是啥呢？因为他是压轴的，他是压轴的，得通过他，通过他，
因为他是咱们亚太最大代理人。对，所以说从这方面看，你要明白，80后还得等一等，咱们自己完全可以放的，因为现在，国际组织包括咱银行早很多就绕开美元了。从美国把俄罗斯踢出国际交易系统那天，咱家就开始布局了，所有的都开始布局了，这是必然结果。完了，你开始布局去美元，美国再封锁咱们，再封锁咱制造业，这样咱们就又加速了去美元。完了，中俄联合，中俄之间的所有贸易额，美元，不是以人民币结算，再加中东人民币结算，从这方面走。其实老美现在制裁80后没啥用的，咱家放开了，直接本币结算就完事儿了。但是现在不行的原因就是在亚太，还是七哥那句话，压轴呢还得一战定乾坤。但是现在瞅老美那个逼样也够他妈呛，没准没他妈整他就散架他奶奶个哨子的，这种事儿可能性很大，就是内部就爆了。那一边压不住以色列，这边近海还干不过咱家，那边大地哐哐揍乌克兰，他还他妈还不敢动，完了内部经济还要爆炸，两党天天要见血，完了大学生还造反，他这他妈一身病，你没发现现在吗？老登满脑瓜子是包啊，对。这说不哪天这货他妈自个儿嘎着奶奶哨子呢，那嘎着那都简单了，对，所以说，对呀，太他妈难了。他现在就是他现在所有的矛盾，基于外部战略的失败，从俄乌战争开始。俄乌战争可以说老登挺牛逼的，特朗普上来之后。对，不管无论盟友还是对咱家无差别的贸易战，就是老美已经就想龟缩到北美，完了舔伤口，通过贸易战赚点，完了回流点制造业。老登上来把西方盟友的信心重新拾起来了。老登的刚开始的战略还是挺牛逼的，但是俄乌战争。经过2年，现在老美那不是牛逼，是掉坑里了。战争打不赢，一切等于零。随着乌克兰的溃败、大反攻的失败，欧洲盟友蠢蠢欲动，咱家没事再来个釜底抽薪。所以说呢，外部完了巴以问题。巴以战争狂下干起来了，给老美全球战略给打乱了。光俄乌的话，老美现在不至于这逼样。巴以问题又他妈燃烧到美国本土，大学生又开始起来反犹，又通过反犹太法案，完了，马上要大选。老美的外部战略的失败，导致。内部风险的加剧，这就是现在老美的整个状况。完了，中俄的强联手，老美在哪儿都拔不出来，干还有点干不动，就是他不敢打仗，因为不敢干仗，内部干爆了，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。苏联当时他妈也是自个儿爆的。如果美苏都兵不血刃的，就这么凉了，可能性很大啊！有这种可能性很大的，因为啥？近海咱家无敌，哐哐下饺子，后边一带一路再联合伊朗跟俄罗斯，把陆路的能源通道打通，再。近海军事实力上对老美的碾压，老美不敢打，老美就得爆。
我说的就是在原因就在这儿，他不敢打，拖的时间越长，他就慢慢放血，他内部问题越来越多。对，所以说呢，他现在就这样啊。所以说，因为他敢打，那你现在的问题是在哪儿？那你接下来俄军，那他们就得是车轮战，跟俄军干。跟俄军干，你亚太你想找事儿，你还是平衡不了海军力量。现在说白了，就是咱家的海空力量大幅实力大幅增加的一个主体原因，就在这儿。技术科技的突破，最后让老美固步自封，他自己建小院高墙了。他应该杀出去，但是他缩回去了，自己搞贸易保护了，不玩了。他这么整，我那天不说了吗？当他出来再一看的时候，人民币他妈横跨欧亚了，中国产的制造业商品在欧亚大陆上已经飞奔了。为啥近期他们一直说咱家产能过剩？你要理解这个四个字儿，说白了就是我从18年跟你打贸易战，打这长时间，我他妈阻止你这长时间，你他妈不降反升，你他妈怎么还能过剩？因为啥？因为咱家贸易出口额不降反升，这个是老美他妈打死都没想到的。感谢好小孩，而且咱家出口的并不是像以前那种廉价商品，而且大部分都是中高端的品，所以说他没招。他说你产能过剩的原因是我他妈打好几年贸易战，你怎么还不降反升？不光升，人民币跨出去了，对呀。所以说问题在这儿，近期他们拿着这个话说事儿的原因就在这儿，是不是？其实欧亚大陆上已经有另一片天了，只是老美吧自己拿自己那个冷战思维，或者他那个单极大流氓那个思维，还认为自己刻画出那个画像，还认为是他认为的那样，其实早你妈就变天了。中俄两家早就把欧亚给变天了，就他妈短短两年多的时间。但是你要往前推，那是叙利亚战争，但是加速器就是俄乌之后。对，所以说呢，他现在不就在这儿了吗？就是老美你不承认，你看我没说吗？老美制裁咱家新能源，这是给咱家来一波最好的广告。我说哪有这种大三炮啊，总统给打广告呢，他还认为他很牛逼呢。那你就玩吧，你愿意开那低智商的燃油车你开吧，等你再出来的时候全世界都他妈智驾了，你还玩啥了你啊？所以说呢，关键是啥呀？他这么搞的目的是啥呀？还是因为近海不敢打第一枪。从2016年开始，在南海、黄海、东海第一岛链所有的地方跟咱家对抗了不少次，军事方面各种战，就除了打第一枪对了不少次，可以说咱家也没有一次退让过的，而且还是吊打他。这事老美没法玩了，老美要是能在亚太有把握推个局部战争还是挺简单的，让小鬼子他们可打第一枪就完了呗。但是现在就是你从整体的战略方向，老美这种气急败坏就是啥呢？就是心没底，怕他妈亚太加速器。如果他要不打这第一枪，老美还能鼓就几年，没准他还认为他能在这玩一段时间。但是现在的主体战略方针就跟昨天菲律宾似的，大张旗鼓的派300艘、300艘船的狂到黄岩岛整事儿，咱家海警一去，你妈掉头跑了，吓跑了。那不是菲律宾跑了，七哥告诉你，
那是美国跑了。就是他们三四个月给菲律宾撑腰，到关键时刻又退缩了。这是老美组织的，对，那你这不又让中国摸到底牌了吗？本来认为你还他妈最起码你得硬是一下子。直播了一天，最后又他妈撩了你，那还玩啥了？完了，各种大黑鱼抓大黑耗子，各种这种，就是咱家网友，凡是对军事，咱不说资深军迷嘛，咱就半拉科技或者经常听这方面东西的都明白，近海第二岛链之内，咱也别往远说。就是关岛之内，想咋玩咋玩，咋玩他都不好使。所以说呢，老美什么东西都可以被传，啊，又抓着潜艇了，又抓着这个，抓住那个。老美，你看看，那天他他妈不够给他丢人的呢。对呀，所以说呢。他现在所有组织的在亚太的所有东西，就是最后没有掀桌的主要原因，说白了，还是没有资格一战。对，一打一个不吱声，这是实话。所以说呢，七哥，我已经跟你们说。南海接下来，咱家会大幅填岛，而且要拖走他那艘破船，因为咱家跟菲律宾也没啥可谈的了。他们也撕毁协议，又要勇闯黄岩岛。昨天，这个那个的全完事儿了，半路跑了。接下来想干啥干啥了，想咋玩咋玩了。对，想咋玩咋玩了，就是你谁来，就是。他们这没啥底牌，这帮玩意儿，跟他妈猴子似的，上蹿下跳。就咱家很简单，你就来吧，你正面对抗我就揍你就完了。老美为啥为菲律宾拼命？他不是拼命，七哥，你说，老美玩的战术挑衅挺恶心。我恶心的不是说。他挑衅咱家恶心他，是他自个儿家没有人了，这是恶心，就没有搞那种牛逼的地缘战略的大师了。你就看布林肯这2年，你就看他走的所有地方，跟谁签过联合声明，到哪儿都是劈头盖脸的，要不然让人一顿损，要不然让人一顿骂。完了，以自个儿放风彭博事儿，一会儿自个儿放风要签成这个签成那个，最后啥也没签成。老美啥都没签成，这可哪出溜？那我们说旗下中东啊，啥事儿没办明白？唱摇滚去了，你看那货多损。跑他妈基辅酒吧里边唱歌去，操他妈拿乌克兰人真不当人呐！就这揍，你说这帮玩意儿，这俩犹太见面呢可倒好，他跑酒吧去，你就说大帝吧啊，就这场仗打的你就看吧，感谢 KTV 刷的，春云姐，爷们儿，你看这场仗打的。很难想象，加沙还有人能给酒吧天天玩。打这长时间了，民众的设施几乎一个没动。感谢张小莫刷存钱。乌克兰前线都干那逼样，酒吧天天还热热闹闹，你看了？
那国家都快没他奶奶哨子的了。这都一些啥人呢？我操，前线绞杀几十万人呢。我真没想到他妈酒吧还那么热闹。我真没想到啊，这让我挺意外，而且布林肯还跑那儿嘚瑟一趟，你说这帮你，我操，真他妈服了！我说就这帮货，你让他们能干点啥？你感谢刷穿云箭，所以说必须得干他，加大力度可。妈的！蒋光头果然是大号司机，他蒋光头就是大号司机，自己信基督，咱们中华民族的一把信基督，他还大号司机，我看他呀都不如司机，啊，他要真是同志，他不一定如司机呢，司机还是个犹太呢。就是联合抗日的时候，八路军在华北抗日的时候，日本鬼子给他揍成那样，他还围剿咱们八路呢。你就想想这货是个你就是我现在我看这段历史我都有点懵逼，让鬼子给揍的差点没投降了，天天诱降他。整个国民党内部传的全是投降声音，要不是咱们彭老祖组织百团大战给信心干出来，给华北信心干出来，这帮货真悬头了。当时，当时是咋的呢？那他妈，我现在又讲才9点多，咱讲战略吧。这我他妈一提那段历史，我生气。我一提39年、40年的，咱41年的这几年的事儿，我操，就是第二次合作国共，哎呦我操，真他妈服了。对，咱讲战略，对。魏超大师，我操，真是他是该，他是活该，他是不如咱几个，真是没法干。就是，但是对，说高兴的，你说这他，哎呦我的妈！斯洛伐克的这个事儿啊，昨天晚上很多人问，七哥说了，我先给你们画个地缘。斯洛伐克在哪儿啊？看一下，它是属于欧洲的一个中欧地方，塞尔维亚、匈牙利、斯洛伐克，看着没有？它这地方，你看地方不大，它以前是捷克斯洛伐克、奥地利这些德国，它都给它吞了以前，但是现在呢，你看着没有？它这一块也是很近的，但是它那个，宣布6月份率代表团访华，说了一些对美西方不利的话。但是呢，这种暗杀吧，七哥告诉你，就现在这个大势，
也不可能引起像一战似的那个，还有这种的也挽救不了昂萨集团完蛋。接下来我不光他，577偶尔班都得注意，都得注意。我跟你说，七哥跟你说，就是他们都得注意，因为这个昂萨跟犹太背后的克格勃呀、CIA 他们这种组织，你就不用想。对，所以说呢，因为5次手术救回来了，救回来了，现在是人工昏迷状态，对，人工昏迷，问题不大，感谢福星姐，他这种玩阴的，啥用没有，记住七分行吗？对，所以说呢，就是他们。就是到这种情况下了，这也是昂萨的底，昂萨就要搞这个嘛。联合声明里边，中俄反恐那块就提到了很多地方，东伊运，包括中巴走廊这个所有的都提了。我这一份联合声明里边含金量太高了，所以说呢，他们狗急跳墙也好啊，他们不管咋玩也好，但是他挽救不了这个态势，他想靠威慑、恐吓。所以说，他这个斯洛伐克的小地缘，你看地方不大，小地缘还是挺重要。所以说呢，在这个里边，咋说呢？欧洲大陆上这么玩下去，越起反作用。七哥告诉你，越来越起反作用。而且，美英他们搞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背后的犹太跨国资本也好，犹太复国主义也好，但是他们，扭转不了整个。欧亚大陆的总体战略方针，总体战略方针，它是根本都扭转不了的。军情六处，对，他们以前吹的就是这个，所以说呢，现在，这个事儿，影响不了啥大的走向。欧尔班这块儿呢，为啥说他得注意呢？他这个油气管道，咱那边有一个线已经通过去了。比亚迪的老总，也见了欧尔班，完了，比亚迪在匈牙利建厂，宁德时代所有中国大厂基本上全去匈牙利，这个匈牙利它是属于核心，四面开花，打通它那儿能四面开花，所以说匈牙利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战略点，接下来。还是七哥那句话，他也得注意，他也得注意。对，所以说呢，他要是，因为他现在玩的所有东西，言论各个方面，那更猛，更猛。控制中，这就是欧洲的一个核心地带，一个核心地带。所以说呢。他在这儿了，咱家的所有企业到那儿投，大家都看着他。就是你欧盟在乌克兰打仗，匈牙利保持中立，他反而经济大涨，因为有咱家的投资，还有塞尔维亚。所以说呢，整个战略方针是问题不大，但是确实还是七哥那句话，昂萨人啥事都干出来了。对，他玩不过就暗杀，当时很多人都不明白。刺杀苏莱曼尼，伊朗怎么的不敢还击？他为啥刺杀苏莱曼尼呀？他是被伊朗革命卫队干出屎来了都！感谢我勇哥，少揍老美了，在叙利亚呀！他是整不了，不敢下场，所以说他玩定点打击，这恰恰是无能的表现。明白吗？所以说，当时他妈的伊朗革命卫队跟俄军他妈联合在叙利亚作战，给老美干成啥逼样都搁那摆着呢吗？对，所以说呢，他最后搞这个完了，用舆论炒作啊，我赢了，你看我指挥的咋咋地的，老美用这些暗杀来掩盖自己真正战场上的失败。对。
安倍是啥？安倍是拱火，印太战略也是他，新经济学，安倍想主体的就想从自卫队变成国防军。安倍是明着，他肯定也是反华的，你不用想。但是呢，他也想搞独立自主那一套啊，安倍。所以说这些东西就在老美这一块，老美就是啥呢？老美他就得控制。但是你要是控制，七哥说过，美国控制德国跟日本，中俄两家是乐意看到的，你控制去吧。但你要放开，老美放开还放不了。就是老美二战后对他这个占领国所谓的这些盟友啊，进行了一波阉割又一波阉割。就是现在的老美说白了无人可用，没有能打的，被他阉割完了。完了还有一点，老美他自己在北美欧亚大陆上，他想要桥头堡，他必须得控制你的军事、政治、外交，甚至经济。你控制不了这些，老美在北美睡不着觉。他真他妈的放任日本鬼子跟德国武装起来，那从地缘上看，这俩货会不会投靠中俄，完反打老美呢？所以说，老美的新媒体他必须得控制，但控制你造成一个效果就是啥呢？打不了仗，这帮玩意儿，工业能力全他妈让老美给阉割了，军事、国防、工业全阉割了。你不压他们，他当不了桥头堡；你压吧，他还被阉割。这就是老美以前吹嘘老美的地缘，老美在北美，他能睡着觉吗？所以说呢，他要是放开美、德、日，那这俩货一冒头，他俩怎么冒头？现在怎么发展？他也干不过中俄呀，搁这摆。但是地缘上，他俩可离中俄近呢。所以说呢，完了，关键是呢，英法德日吧，这几个货，他以前多多少少当过一阵列强，工业化早，老美想整他几个就得玩阉割式。对，所以说呢，放开了他还担心，因为没放开默克尔，德国默克尔那跟中俄两家整的多好，又修管道，又这个那，又中欧贸易协定，老美能放心吗？所以说呢，天天监听。监听默克尔，监听马克龙。但是呢，你不放开老美，你不敢放开，你要压制他们，那他们就借坡下驴，干呗。对，咋整都是完了，干吧。技术科技出口也完犊子了，那就借坡下驴呗。那你老美牵头，你想干谁？啊，上乌克兰干俄军行，你老美牵头，我他妈是干不了，我啥都整不了。这就我说的，法国他们想，法德想实现战略自主，就得借坡下驴。老美牛逼，你自个儿干，我配合，没问。对，咱俩共同价值观，行，你干去吧。干的过程当中，你干不过我就骂你。对，就是摆烂，说白了，摆烂就能脱离老美。俄军打得越狠，其实对欧洲大陆越好，因为啥？俄军打得越狠，老美越他妈没有控制力，代表老美，老美越没有话语权在欧洲大陆。老有人说大地在会在打得狠的原因是支持特朗普上台。中俄联合声明又说了，无论谁上台，而且早就表达过了，就是大趋势不会变了，这个地球
不是美国某一个木偶总统上来就能改变整个现在地缘战略的。美国没那能力，谁上来都一样，跟那个没关系。你记住七哥这句话，抽的这么快，我还没抽完呢。伊朗跟阿三签的那个伊朗那个港口，恰巴哈尔港那是咱家建的，给阿三两个船舶停的地方。那块儿的核电站、石油、天然气都是咱们与伊朗合作的。阿三给那儿进口，人民币结算，阿三被能源给拴死了。跟伊朗签这个，实际上阿三是低头了。很多人在他妈自媒体在网上造谣，那是他妈咱家建的，一期工程刚他妈完事儿，整个伊朗境内的他妈石油天然气都他妈咱家开采的，他妈啥他妈也不懂，上那个伊朗阿三的伊朗的，那他妈是咱家的。那一块他妈咱家还有驻军呢，现在鸡毛都不懂，操！对，租给他两个船舶的地方来运输，这还没建完呢，还在一直建呢，对。所以说，很多人都不知道。他是给咱一个军港，给咱一个军港。所以说，大家要明白，伊朗呢能有今天，全是因为咱家。你记住七哥这句话，沙特海湾那一包是咱家给摆平的，因为一沙核电。伊朗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为咱家。伊朗现在是两线，未来伊朗还是七哥那句话，地区大国没跑了，甚至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，这个你，这个啥都你不用想这方面。大地雷跟菲律宾跳有关系吗？没关系，他跳一半跑了，他有啥关系啊？那可没关系，制裁增加咱们新能源关税有关系，气急败坏了。对，那个没关系，那个啥关系呗？我就是菲律宾家都背着都不知道大地雷，他们跟傻子似的，他们的政客一天他妈知道他妈啥呀都。他那个不是跟制裁这有关系，破防了，老美破防了，他能有啥招啊，兄弟们呢？藏红花没发货，我也没卖藏红花呀，我都一个月没卖藏红花，你搁哪儿买的藏红花？对，你是不是认差人了？我多少年没卖货了？还有另外一个走错片场了，是不是？对呀，对呀，我都趁着几分钟时间，咱们把。咱牛肉干来吧，牛肉干，七哥整的牛肉干。哎呀，感谢大家的好评，先感谢大家的写的好评啊。有的反应稍稍有点咸，这次七哥呢重新又调淡了一些，又调淡了一些啊。咱们那个牛肉干，大家上回一共1500单，上去就抢没了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七哥的信任啊，大家也都尝了。
完了呢，对，完了，现在他这个牛肉干啊，今天还是单也不多，但是七哥呢，应粉丝的要求，咱又做了两种，一个是香辣的，一个是孜然味儿的。之前呢，咱是全原味儿的，都是手切的牛后腿肉，而且这一次七哥给大家。